真也有义，咱是活着的好兄弟。哦，咱有血有骨气，咱是活着的好兄弟。你的代志也是我的代志，你若有如意，也是我的欢喜。无论好歹是弟，无论有钱无钱，你我甘心来相挺。嘿咻嘿咻拼落去，嘿咻嘿咻拼落去，心肝来放作对，脚步着行工位，咱就是活着的好兄弟。你的代志也是我的代志，你若有如意，也是我的欢喜。无论好歹是机，无论有钱无钱，你我甘心来相挺。嘿咻嘿咻，拼落去。你来快快乐乐出门，平平安安的回家，对不？所有的，我不该进行，你我很做伙。恁拍赢，等于是我母甲拍赢同款。拄只你讲你会打，抱伊在旁边顶，当个球皮时。嗯。苏斌哦，你应该打啥物叫做热胀冷缩的原理啊？哦。安尼，我就免解说啊！哇，迄内底我无用咧，我即摆吼来给你斗三下，好不好？哇，怎样？你放开哦，有啥物代志？哎呦！哈！既然你会打去迄个寒冰顶，打到剩一点点仔，做寺庙的我，自然爱想办法，让你打回头。强主啊，顶摆是我想过轻点，才来让你逃走去。这摆我要让你知影我寒冰顶的厉害。小虎子，你先莫插手，因就是跟我单独来对付。先生，我来。白将军，不要紧，我不要紧。我只要俾你知影，讲我寒冰顶真正威力。来，退！你寒冰顶真是厉害，你千万不要小心。强主啊，你即马知影我的厉害啊！当初是给你一摆投降归顺的机会，你不爱好好把握。今仔日要死在我寒冰顶内，你就万不得胜。李将军，强国刚会败在你的寒冰顶，也更不知。哼，人讲生阿个最要参就你这款人，结果如何你等下就会知哦。混账！破开！你竟然用你的金光钉，将伊拢抬死！这
尚武士，你莫搁张持啊！经由你的经过，你将伊拢拍死。好，啊，不过你即摆先进啦，你先等，叫我来应付。嗯，快点滚地！不甚清楚。刘正，你已经受伤了，先别管这，我先带你回去疗伤才讲。虽然遐尼侪年寒冰顶，竟然这么简单用枪子甲来破解，我不愿，我不愿啊！啊啊！两位神主，有去我都去我寒冰顶，两位神主，不是拢伫咧我阿爹身上。是安那强主甲伊也冒一粒烈火神珠嘞？不用的，我会过去倒甲厂家底问个清楚。我，这，啊，队长，你来振作起来。小护士，你来来这，强主家人嘞？迄个强主家，伊的功夫实在太厉害，连我都是对手。什么？小护士？今日那个金光灯也不是伊的对手。是啊，这边好可怜。天下间竟然有人，我都当时来破解寒冰灯，甲金光灯。是啊，裴将军。将军啊，伊的功夫实在太厉害。我想，伊咱两人攻略，根本都不是对手。小虎子，你的意思是？裴将军。林小梅也不是在昆仑山咧修炼吗？你是讲说巧？无唔对。假使林小梅来，因倒转来跟斗三家，我相信咱都有法度打败强主啊。这我阿爹伊袂答应。这是安怎讲的？加一人跟咱斗三家，迄不是对咱更加有利吗？小虎子，其实我阿爹就最近送去昆仑山修炼学的。上主的目的，就是要伊和咱两个同款，每日带兵出战，也都人一日过日子啊。啊，不过林小梅嘛是白家将的长子啊，今摆恁白家拄着困难，敢不会歪倒转来斗相共的？阮白家历代以来，都一个不是骁勇善战的武将，嘛只有咱条哥比较不像汗马功劳。今仔日你太怕，明仔再别人来找阮报信。像就这款的日子，阮阿爹嘛无希望雪晴来过这款的生活。这小护士，卖阁讲啊，此地不宜久留。我看，咱若是非要请阮阿爹参详，看有啥物更加好的办法无？行，小丹，白将军，我阁有件代志想要问。小护士，你做你讲。假使讲，恁白家将领兵出阵的时阵。其中有一人受到敌人的毒手，敢讲其他啊，一点都拢无关心。小护士，你白将军，你唔通误会啦。我只是讲一个比喻，并无看见恁白家将的意思，所以请恁通见怪。不要紧，小护士，我已经跟你讲，若是阮白家任何一个人受到侮辱、欺负，甚至是失去性命，我就错。我们白家将会用尽所有力量来替伊讨回公道。是安尼哦，那呢，敢包括你小妹雪晴在内？无对，雪晴的个性原本就是一个友好父母、尊敬兄哥，而且伊嘛是一个真顾家的人。假使讲有一天，阮若是受人暗算，
我的小妹一定要出来替阮报仇。哦，既然安尼，我就只好安尼做。小武士，你这边的功事我来听拢无。白将军啊，其实你听无嘛不要紧啊，因为对一个已经强要死啊，军队都免了解你遐济啊。白将军啊，其实你听无嘛不要紧啊，因为对一个已经强要死的啦，军队都免了解你遐济啊。小护士，你为什么安尼做？白将军啊，我是真实的，我用了较早看到恁小妹啊，我只有安尼做。而且，拄则你嘛有讲过，假使恁白家将其中有一人牺牲，我相信恁小妹一定真紧就倒转来报仇。到时阵我甲恁小妹的感情，就用真紧来进殿落去啊！小，想袂到你铁心去吓遐大，我袂让你接近我的小妹一家母！我就要你知我金光殿的厉害！我相信你即摆已经知我金光殿的厉害，啊，不过是真可惜，你即摆已经死在我金光殿内底，哎呦，可怜啊！哪里是好阿妹啦？你遐等面前啊，行来行去，我予你行啊，目睭拢花去啊嘞！你先休困啦。老爷，我要踮伊遮等份，你倒转来啦。都毋知安怎生哦，我今仔规工安尼目睭皮直直跳，心肝头直郁闷，我足烦恼份，你毋知出啥物代志无？哪会到即摆无消息啦？哎呦，好啊，你莫踮遐乌白生啦。咱份里的武功哦，虽然毋是讲哦天下无敌。但过一般的人要将伊打败哦，也无遐尔简单啦。而且咱婚礼寒冰天哦，阁非常的厉害，所以就着是放心放心啦。杨哥，我没关系。你看什么人来啊？参见探监娘娘，未知探监娘娘驾到，有失远迎，多多谢罪。两位本呢？谢娘娘。没关系，这摆探监娘娘来这，是要把你斗三工，公干找你。真实的。安尼真好啊！王娘娘、恁娘相助，我相信要拍败西岐，这真简单的代志啊！小武士，万岁！你是谁？啊，你问我，我怎？想袂到姜子牙伊，伊遐尼厉害，我甲白将军拢毋是对手啦！啊！啥？姜子牙有这么厉害？韩冰冰甲金光丁，这种丁济寸，也是无路出的性命。奇怪，这寒冰顶会当被破解，是因为我摕着火神珠给强主教，这我会当理解。但阁为什么金光顶来被破呢？敢讲伊这么紧就找出破金光顶的办法？武士，小武士，我问你嘞，是哪里把你带来？我问你嘞。白将军的寒冰顶已经叫强主教攻破去啊！我不是问这個，我是问我婚礼伊人嘞，伊人嘞。白将军伊。小富水紧讲啦，卖他妈的吞吞吐吐啦！韩冰顶被攻破了，白将军嘛叫强主管，太死啊啦！芬妮，芬妮，芬妮，你是要倒伊啦？老爷，我要来去找芬妮。芬妮啦，你即马嘛免去啊啦！韩冰顶被攻破了，白将军伊几个人已经变虎去啊，而且连尸体嘛找无啊啦！芬妮，芬妮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啊，夫人，夫君，夫君，
杨姐，你的伤在安怎？敢需要我替你疗伤？先生，我的伤无要紧啦，只要先休困一下都会使。救命啊！紧叫啊！那无我不给了，都看袂到明仔载日头啊啦！叫声拜托，拜托！哎呦，不给嘞！你闹出来，叫人逼我去拜托！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！寺庙，你什么袂爱我？你敢知你今日做啥物？你今日摧残国家的幼苗，你的残害国家的栋梁，你的灵柩善良老百姓，你知无？哎呦，你这，你碰到对面是咧讲啥物话啊？嘿，你跟你寺庙讲到袂顺，咱母爷找你，要无怪大家恐怖。你变怪恐怖啊！你莫再甲我讲话，你讲话，你紧讲话，你莫哟，现在老母头你回你，你骗你莫。我我嘛寺庙啊，伊讲叫我把衫脱掉啊，我不爱，伊硬逼我脱啊，我啊。名声若好才有空，金的招牌。心肝来放作开，脚步着徛工开，咱就是看听的好兄弟。伊讲叫我把衫脱掉啊，我不爱。伊硬逼我疼啊！我啊，小弟啊，咱不跟你讲啥，你讲你讲。你误会啊啦！不过之前伊不是讲伊的大气的迄个寒冰冰打甲揪去对无？啊，我即摆是予伊的大回复吗？哎，无啦，叔，你莫听苏妙乱讲啊！你敢那苏妙偌过分嘞？伊叫人准备一大桶的烧水的，咧外烧咧几啊百度的。我不计是人，我不是鸡啊，嘛不是鸭，当作爱跳落靠北无。不计，你哪会这么啊白痴啊？哦，你死囡仔，把你头壳是咧受死啊！你当作你做歹，就是暗神了啦。不会啦，你做妈咧做，真正是为着你好。啊，你之前不是讲过，啊，你的胆若拄着寒，伊就会揪起对无？啊，我唔才叫人放烧水，互你洗身躯，安尼你的胆就比足大足大啊！好好好，你听我，我听，但是这让人说啊。但是我是我，我是我。你听，你听，我爱啊，我爱啊。你听，不要讲。福建，你想看卖啊？今摆咱世纪是四边转会，人力缺乏，物资短缺，真正需要台球不给力，武功高强，篮板阁好，这么好的人才要去倒位找对无？参像这势力，精忠报国，一生报效国家。他你妈，对苏彪来说蹦蹦，好，爹，我不爱啦，爹，我不爱啦。你再拜托，拜托求我无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。胡林，好啦，你卖个黑家武器啊！我知影胡林，你不是真正要安尼做的。哇，有这，自从你对昆仑山回来了后。不但武功进步，而且这头脑嘛是感觉到我白巧哦。进步进步，袂歹袂歹。多谢夫人夸奖。武吉啊，来，其实夫人伊安尼做，是要让你知影讲，咱查某囝若是做代志拄着困难，都要勇敢去面对啦，绝对袂用逃避。对，杨姐，你一句话讲得真对。武吉。有听到无？有听到无？咱四汉大丈夫的处理代志嘛，较有气魄的，莫咧动袂动，着要找理由躲避。亲像即摆，你拄着迄个寒冰顶了后，迄心内着惊惊咧，唔敢出兵烧者。亲像即种未经拍着先拖咧等，即种行为真正是不可取。苏表是爱乎你下几日即摆教训，看你后摆搁敢躲避。哦，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好惊你死！闹鬼呀，闹鬼呀，闹鬼呀！我拢嘛死啦！阿彩无听甲我讲，我惊
半死。哎呦！你是安那？你是安那啦，伊这。拄只，尤振刚去作证，已经受伤啊。啊！你袂用袂用，紧紧来，紧来来带条伤，哈！咱别，咱别。哎。来，副哥。哦，叔。啊，你吼去外口通知宋卫兵书，这本太书随时有可能出兵作证，所以啊，爱提高警觉。去，小蛋。啊，叔，过再来。你请安尼。对，我唔得俾佮你，我来我去外底看啦。红粉虽然有美丽云彩，可惜日头晒落西，但只剩我还佫真自在。明早世上发展未来，路是自己行出来，实实在在继续搁拼看卖，规家永远的习惯着爱改，打拼的人。我永远站在。